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操作面板。我的操作面板呢，都采用梭子按键的。市面上看到的一些压痕机啊，它是采用的是触摸屏的。触摸屏的话，故障率高，而且长期使用呢，可以增加我们的运营成本。这样的话，客户不太喜欢，然后而且操作比较麻烦，比较繁琐。然后现在就采用一块显示屏，然后加上数字按键，这样的话不仅降低了成本，而且提高了效率。然后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机器的整体结构，里面的一些用法，还有一些参数。我们把这个上盖塑料盖打开，这个塑料盖是为了保护我们操作人员。现在打开。从这边开始介绍啊。这边呢，这个黄色的小姐是控制我这个平台的升降，然后呢，这里呢就是调节我们升降的高度和幅度，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挡板。我们这个挡板呢有两个用处，一个用处呢就是为了挡住固定好我们的纸张的宽度，然后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可以调节偏斜的。我们如果纸张斜的话，都可以通过这两个挡板的垂直度啊，来调节它那个纸张进去的平行度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戳子轮，通过这个三个轮子进行戳子。然后这里面这一排是防双张的轮子。如果我们静止的时候出现两张纸，然后卡纸嘛，然后这种轮子呢，就是为了防止它双张而设计的。然后这里呢，可以调节我们的就是压力，两边压力一定要调到一样。如果这边是多少，数据跟着这边也是多少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进轮、主动轮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固定感应器。我们最小可以压1.5毫米宽度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刀架，我们这里刀架可以调节深浅的。然后这边呢，也都有指示的，调深调浅。如果我们的痕比较深，那我们就顺时针。如果我们的痕比较浅，那就逆时针旋转。这边就是初指轮了，然后简单的操作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们把我们要压痕的纸张整齐好，然后把这个宽度啊相对应的打开，把纸张放进去，那它就会显示有纸的，然后定位好。固定好。我们压痕的数据呢，可以通过我们的操作面板操作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然后我们一般正常待机的情况是这样，然后点新建，然后上面会出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一直16道，也就是说我这台机器最大每张纸可以压16道痕。然后我们这里可以输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第一道痕，比如说我压100，尺寸是100。然后下一道痕，比如说我压120。第三道痕，比如说压180，或者200。我们的痕只能递增，不能后面的一道痕啊，一定要大于前面的一道痕。如果小于的话，它就是不会压的。然后我们这样保存，确定。然后这里点开始，机器会自己上针。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呢，它是全自动的。这样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效率，降低了我们的人工成本。